行了、哦。正拍反拍要打正确哦，嗯。越打越进步啦，哦。第一次打就要练球，嗯，练球感跟我们每一次啊都在帮助我们练球感，然后尽量打到球拍的甜蜜点，然后正拍反拍啊，哦，要练哦，姿势哈、哦、尽量做正确，正拍反拍，哦，在家里要练，啊，有空可以对着墙壁打，对墙壁打练正拍反拍，反正就是要一直练自己的球感呐、啊，哦，控球球感，哦，不错哦，越打就越好哦。好、哦，过网落地，过网落地，没有落地就是截球，也 OK。